哇，我们得加布，得加布几分？有没有铁啊？啊，这种这种，来金矿啊！你去找，丢了丢了丢了。找繁星，我来了，溜不掉。你们在哪里？在桥，在中间打架。我来了，繁星。繁星，谢谢。十三狗，十三狗。为什么会难过的感觉？十三狗，我只能做衣服裤。先做铁镐去挖，铁镐我有，哦、没有我在挖，我在挖。嗯，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些。你要挖金晶石吗？金晶石。改挖金。我在挖，我在挖。啊，刚刚有挖一些石屑。哦，我有一些石，好重要啊！重要啊！啊，所以金矿是要先金是拿来赌嘛，跟换吃的而已嘛。还有它可金可以换铁，一换二。嗯。他们附魔来啦，好快呀、啊！啊，死掉了！快有、哦、这个，嗯，铁先放着了。嗯，是不是有人没有拿盾啊？盾怎么多一个？喷掉了吧？哦、oh, ，OK。屁啦！就这样给他跑掉了，一个都没中。一个都没有。那个要不要放个附魔台出来啊？来了，看要不要先附个魔。附魔台在上面的箱子。哈基哦。嗯，书嘞？书在哪？书有一部分在我这，我还在做书柜。因为我原本放书在铁那边不见了、欸。我收起来了。哦。那边太容易被拿走了。那里太危险了。可是我总收十一本。因为有一部分在我身上，他在帮我们做那个家庭造景，家庭，对对对，感受到他的艺术气息。喂，那我们除草，哦，很难，欸，尴尬，这个陷阱，操，啊，不能放门口这边了，那可以换个位置啊，啊你要围啊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反正你小心，等一下。我先把书柜收起来。好，你先收起来。我这旁边还有一个人。好，我来了。先做一把铁剑。哦。小雨，赶快去买那个。买东西了。先去买。面子你。感谢超级留言。我要先把地板掏空了哦。好。好。好。来挖一点铁吧。一，然后怎么了？去换钓竿。OK。找。啊，再来只铁铲。好。给你，这个九个。你其实只要。哦，我要两个。嗯嗯，那现在主要产黄金那些就可以了。嗯，只好丢了一个局。现在附魔那边，哎，因为铁那边金就可以换了，厉害。嗯。嗯，这里通通挖开，通通挖开，挖开。地下室，地下室。这食物换了吗？来跟我拿，来跟我拿，来跟我拿。哦。拿金。金。不要全部偷干走哦。我们拿去换食物啊。要拿去抽奖哦。不会了，哎、欸，那一句都没了。然后我就走去不同的商人了。解放奇奇怪的地方。他们还在可以抽奖，然后就抽完了。
有人在弄吗？他们还在弄，没有了吧？嗯嗯，再挖一下青金丝的宝石。岩凤才是放在，放在家里，还没有叠书柜。OK 了，他们没出来。嗯，应该在龙洞北了。嗯，中午啦。中午啦，完全没影响、啊。他想干嘛？哈记好像他刚刚全身裸装哎、欸，他就想隐形了吗？想偷偷来是不是、啊？想偷偷来了啊！该放个压力板在家附近喽。嗯，有人在家里看着。哎、欸。暂时是这时候吗？不是第三阶段，还没，第三阶段没吗？这现在没有。你先跑啊！我这边，这边方块卡了，我给放好。技能冷却完成。啊！团团杀到家啦！他刷技能。对。呜！哎、欸，哈基手手来的，他隐形吧？隐形吧。啊，你安慰啊！哎呦，啊，大家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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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手手，我的附魔剑就这样，只用一次，没了，嗯，没了，原来是抛弃式的，抛弃式，抛弃，这样很不环保哦。杰克这样子不行啊，还不检举一波，嗯，还行。发生什么代志？没有，有啪啪声。谁在挖木头？我杰克。嗯，奇怪，怎么了？嗯嗯，没事。我先多挖一点青金石，这样大点。好。放杰现在挖的很快。他记得那个。对，还多挖一些点。我要书柜，嗯，不是，我要书。坐在楼上。哦好。我已经放到那个里面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听的时候我要出柜，我想说哈。就只有你可以做好吗？哇，就只有你。不是，哇，欸，他偷走了啊，偷走了，嗯，他用隐形跑过来拿走了还是怎样？对啊，他刚隐形了，有可能，嗯，真的很会，那就要去买书是用什么换？绿宝石吧，还是什么？绿宝石，哎呀，一比一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欸，繁星给我帮繁星放个那个。气压树，嗯，我来了，环星，看到中间来了，中间，哎，欸，你不拿，嗯，你要拿啊？哦，好好，我去，小心，喂，看看，所以现在是完全都没有树，是不是？应该都被拿走了吧？看看书柜，敢放在箱子？真的？那我直接换了十五个。好，小心哦。这是一宝箱，小心！来！小心呐！缺技能？还是吃金苹果吗？这样？没有。该离我一些吧，都走出来了。我们家楼下是谁在挖？我隐约，哦，放哪里啊？你怎么还冲那么里面？嗯，不小心被破釜了。你怎么放这里？啊，一锦又认方了。那个不是我放的哦。好，那好像是我放的。就是你，你还敢说别人？还想嫁祸啊？还说是我啊？杰克哦。你这样母汤啊？可以啦。自己放的，说别人。哇，这么高级的附魔。
哇哦，这个真的是很高级啊，已经超过等级了，真的。附魔台嘞，爆标，你被拆了吗？哎、欸，你刚刚不是放出来了、啊？真的吗？好像被拆了。那我去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小偷欸，哇，你钱就放地上给人家偷呢，真的。求精石，经理人，来来来，我五星晶石，来弟弟，你到底家？啊，这有人已经过来了，放下面，我都放进去了，这个通通放下面，我就不要放那边了吧。没有，你们先看着。哦，天眼兵，晶晶，晶眼是用绿宝石啊？那就看怎样，你要不要用啊？对啊，还是用绿宝石。可以给我一颗晶晶石，嗯，丢姐姐。哪有卡卡的，卡卡的。哇、哦，超卡的。放那边啊，这边应该正常来说没有那么显眼。算了，我等级还不够。收起来。啊，卡卡卡卡卡，我怎么一直卡卡的？我好饿啊！为什么会卡卡的？有吗？面包。没关系，我走到，哎、欸，我点不了东西。嗯。走喽。哦 ，OK 了。你们要出门是？出去逛逛。那我回家看一下。巧克力在中间，糖糖在中间，哦，糖糖在中间，巧克力在中间。哎呦喂呀！感觉哈基这猫派呀、啊。哎呦，他们的弓有点痛。你走回去了。弓跟谁买啊？红第二个还是第三个人？这件事。哦，这些人很怕耶，真的很怕。还有，他们在那个我们的那个黄金那边狂挖猛挖。哦，来了。不爽。哎呦，痛！去了，任务来了，挖钻石喽！啊，好好饿，我都要，我都要，莫名其妙，要死！小玉，吃一口面包。好。哦，有没有要死？风力佛。啊，家里。我在饿啊，你不要过来。打他。我好饿，哎呦，好痛！你没有食物，黄金换食物，有牛排。我去放个那个一个天眼，给你腰洗啊！我连血已经扣一半了。来，再喝，再喝，再喝！感谢。你吗？哎、欸，中间哦，来了来了，上面有击退的弓，我被破盾了，我被破盾，他击又来了，发光哦 ，OK， 好像我被破盾，我被破盾，哎、欸，他击来了，他击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小心哦。好多人，有呀，呜，六六六，我去，哎呦，没装备，没装备，真的好凶哦，好痛，小心，攻墙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他们也太凶了吧，凶巴巴，超级派。用爸爸，恒星点点，
送一只剑。哎呦！啊，什么爽蛙？打喷嚏，打喷嚏，他身上有。